你还想干什么？你会知道的，袁成。母后，现在就由不得你了。你和他的丑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子吗？我知道你和袁景要干什么，我必须先动手。袁成。 你疯了！我没疯。我要你现在就下诏，让位给我。我知道，你从来就不喜欢我。你们谁在意过我？谁为我想过？他是你的哥哥呀！我杀的就是他！我恨他！我恨你们！ 啊！
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竟是寡人通缉的刺客。寡人孤独一人，忍受多少责难，多少暗算，无人能懂寡人之心。就连秦国的满朝文武，也视寡人为暴君。